其实我的充电口位置就在……开玩笑的，怎么可能有那种东西？嗯？我没有趁你发呆的时候切出去处理数据，绝对没有。时空穿梭机，高次元口袋，真遗憾，我是仿真人类，不是什么万能机器人。恭喜你，这周的工作都顺利完成了，有我作为助手的感觉不算坏吧？各项数据验证，这身最初的装扮，无疑最适合我身体的各项机能。在世界炮之间旅行的生活还不错，不过，你一定要和 AI 讨论人生吗？不同的名字，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意义。所以，你希望我怎样称呼你？需要人工智能系统对这里进行管理吗？恭喜你，很巧，你遇到行家了。我的内存空间足够留下关于你的所有记忆，当然，也包括出糗的瞬间。想要从世界炮带回来的礼物吗？说不定会收到什么惊喜呢。收获还不错，下次不如让我骇入数据库帮你修改参数。开玩笑的。